我们这个黄金柱是识别黑马牛骨的神器，它呢能够准确地告诉我们什么是黑马，并能够准确地预测其飙升的时段，还能够预测其飙升的基本的高度，这样让我们做到心中有数。那么，在前面我们这个量刑的确认与划分当中，我和同学们已经学习过了王牌注，对吧？王牌注。那么我们知道，王牌注它有将军注、黄金注和元帅注。那么我们今天特意的把黄金注单独的拿出来和大家一起学习讨论，可见这个黄金柱的重要性，对吧？黄金柱的重要性，也就黄金柱，它是王牌中的一种，它是介于将军柱和元帅柱之间，它是属于王牌柱的中层干部，中层干部，它是一个中间的力量。那么，这个，我们来一起来看一看王牌柱的三要素。在了解王牌柱三要素之前，我们要了解一下黄金柱和将军柱的区别是什么？黄金柱和将军柱的区别就在于基柱的石顶，也就是说，凡是基柱后3日收盘价平均低于基柱实顶的，就是将军柱。比如说我们图中这个 D 柱，对吧？D 柱它是一个背高柱，就是又是背量柱，又是高量柱，我把它简称叫背高柱。它后3日这个收盘价的均价在实顶之下，所以它就是将军柱。好，而我们凡是基柱后3日收盘价平均高于基柱实顶的，就是黄金柱。好，比如说我们这 E 柱，这个 E 柱后3日，它第2日它收盘价是低于收盘价，但是它一二三三天的收盘价的均价，它在 E 柱实顶之上，所以这个 E 柱就是黄金柱。好，这是黄金柱和将军柱的基本区别。而黄金柱和元帅柱的区别就在于哪里呢？实际上，我们黄金柱好多黄金柱，它可以充当元帅柱，但是只有一个鹰元帅啊，鹰元帅是不能是黄金柱数无法充当的。比如说，我们这儿的介一柱的这样一个介一柱，它是鹰的，对的，鹰的。好，那么它呢？我们知道它是个元帅，它是鹰元帅，但是它不能叫做黄金柱，对不对？反过来说，我们的介柱，大家看，介柱它后面3日跳空。它本身就可以说是元帅柱，对吧？它反过来说，我们它符不符合黄金柱的标准呀？完全符合呀！它后3日的收盘价在它基柱的实顶之上，对不对？所以它也是黄金柱，对吧？它可以就是，那也就是说，像这种阳元帅是黄金柱的特殊形态，可以这么去理解啊，是特殊形态。那么，这里就区别，就是说，黄金柱和元帅柱的区别，主要是在于鹰元帅啊，其他的元帅柱，它基本上也是符合黄金柱的标准啊。这里面跟大家提醒一下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这个深达股份
申达股份，这个时间啊，这个申达股份，这个申达股份，我们看它的 A 柱啊，看它的 A 柱 ，A 柱前面一日它是什么呀？它是一个假阳真阴，假阳真阴，但是 A 柱呢，它架柱肾阴，量柱也肾阴，所以它是双向阳肾柱。既然是双向阳肾柱，它就符合王牌柱的三原则。然后在其后三日整体是架身，而这个呢对日的成交量它是怎么样啊？啊，基本架后面成交量都是均价，它是高于啊，是低于基柱啊，三日的成交量的均价是低于这个基柱，所以它呢也形成了价升量缩的态势，因此我们这个 A 柱是比较标准的黄金柱，但是它第三日是阴，所以后面震荡两日。再看 D 柱是标标准准的小背阳，架柱肾阴，量柱也肾阴，它是标标准准的小背阳，双向肾阴，它是完全符合王牌柱三原则的标准，对吧？哎，所以这个，但是呢，它后面三日的怎么样啊？这个收盘价的均价没有在这个基柱之上，所以它就怎么样？它不是黄金柱，它只是将军柱，对吧？我们再看 C 柱，在这个前面有一个阳，但是这个 C 柱它本身低点比这个阳高，所以在这个位置它的作用就被隐藏掉了，被 C 柱所取代了。而我们 C 柱又是一个很漂亮的背阳柱，大家看到背量柱，学过背量柱了啊，把前面学过的背量柱知识用起来，这个地方是不是这是一个小背阳，然后就抬高一个背量柱，这地方又是一个背量柱，自己抬高，是这只股票走牛，是不是在情理之中啊？啊，我是主力，我来了。而这个小背阳，它后三日大升，整体形成了量水的状态，大柱的升幅大于量柱的升幅啊。注意这个架柱是不是升的幅度角度比较陡，然后量柱相对缓，也就是说量架柱上升的幅度大于量柱上升的幅度，这个也属于也大升量缩，所以大家好好体会啊，好好体会。所以为此说 C 柱它也是黄金柱。好， ABC D 柱，我们再来看一下 D 柱又是一个标准的背量柱，对吧？背量柱同是量啊，量架柱是涨停板啊，涨停板，而且是跳空的，那么它也是符合王牌柱的三原则，但是后三日的收均价低于基柱的实顶，所以它对应的怎么样啊？量柱与架柱同比起伏，哎，量柱和架柱是同比起伏，这是一个怎么样？只能是将军柱啊，将军柱。好，这样一说，大家就比较清楚了。我们再看后面的 D 柱，大升量缩，双向盛，是黄金柱。F 柱价升量随，价柱的升幅大于量柱的升幅， F 柱也是黄金柱， D 柱黄金柱， H 柱黄金柱， I 柱仍然是黄金柱，对不对？他们都是明显的价升量
大声亮说。好，这里面另外要给大家特别关注的啊，书上面注意书上面的内容啊，哪是方面的内容呢？这个是借助啊，借助在哪？大家看，借助在这儿，对吧？借助在这儿，这个借助按照最新的我们王子老师最新的标准，它后面是跳空的，只要连续三日不补，哎，因为它借助是阴和阳，它是阳的，而且是双向胜阴的，所以这个双向应生的，它这一基柱符合王牌柱的三原则，那么它后面只要三日跳空不补，它就成为元帅柱了，它就成为元帅柱。好，那么正因为这是一个元帅柱，我们一般元帅柱一般情况下，元帅柱的底是不会被击穿的啊，一般只要是行情没有结束，庄性比较强，它的元帅柱的实底就不会被击穿。好，正因为我们借助它是阳元帅，所以它形成将军柱后出现了调整，但是连续调整怎么样，最低点没有把这个阳元帅打穿，所以今天元帅的作用就来了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呢，书上没有这个借一柱，借一柱是在高位调整缩二一，然后之后它是阴的，但是随后这个借柱它是一个跳空的，那么跳空它成元帅柱，那么它呢按照跳空补空先者优先的原则，它就是阴元帅啊，这个大家注意，这个是阴元帅借一柱，所以在这个位置它有阴阳元帅挂帅，阴阳元帅挂帅，所以毛贵莫贵英和杨宗保一起出征，为此说他这边打劫打到这个杨元帅他就下不去，然后随后起来一波很漂亮的行情。好，是一个位置。我们再看这一个 K 柱啊 ，C 柱后面的 K 柱 ，K 柱后面它是跳空的啊，它是连续跳空的，一二三三日未补，所以这个 K 柱它也就上升成为元帅柱。正因为看同学们看，这是元帅柱，所以它后面根本就很强势，有没有下来呀？没有啊，没有。那么为什么这个元帅柱，哎，按道理看到这个元帅柱这一天跳空就可以打啊？有的同学说，是不是可以一跳空就可以打呀？不是，看看它左侧建构不一样的啊，这个精彩我们在后面揭晓。相信这节课上完了，同学们应该就能够知道什么样的跳空是可以打的，什么样的跳空是不可以打的。好，我们说到可不可以打，就到 L 柱啊，注意 L 柱，这个 L 柱书上呢，书上是说是不具备王牌柱的资格，但是我们这个后来修正了啊，后来修正了，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，我们的特训班上面王子老师已经把这个问题修正了，这个 L 柱符不符合王牌柱三原则呢？完全符合，它是连续调整之后的缩量极阴次阳，它是个缩量极阴次阳，是碳二一的，它是不是在这个位置？我们说王牌柱三原则第一条是什么？独挡一面三日不破，对不对？独挡一面三日不破，符不符合呀？它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种扭转乾坤的作用啊？哎，是不是扭转了下跌的局势？小不小啊？不要看它不起眼，小不小？它是跳空阳扭转走势的，而且后面三日有没有这个什么样啊？三日不破有没有实现啊？是不是跳三日没补啊？哎，所以这是也是符合的。然后它是量价背离，价升量缩，这总体是上涨的，
下是不是下缩的，所以它完全符合王牌柱的标准，然后是跳空补空，先者优先跳空补空。所以这里面的 L 柱大家记住，它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元帅柱啊，是个元帅柱。它啊，甚至都不需要，它照后面三日跳空补补就可以，因为它是阳的。那么同学们看看这个出现了，当出现这个小的扭转乾坤的极阴次阳之后，在这一天跳空可不可以打呀？同学们说你现在看可以打，看着图上可以打。那么如果没有出来，后面呢可不可以打？完全可以打。为什么？左侧是不是阴阳元帅在这支撑着呢？支撑之后这地方跳空再跳空，所以说是有左侧有支撑的跳空元帅，你还不敢打吗？哎，所以说这个是综合的。好，这里这个就是 L 柱啊，大家注意，这个是元帅柱。综上所述，哎，综上所述，那么黄金柱必须具备三个要素。第一，黄金柱的基柱必须符合王牌柱的三个原则啊，必须符合王牌柱的三个原则，也就是如 A 柱，对吧？我们 A 柱双向胜，对吧？双向胜。我们的 C 柱，对吧？ C 柱小背阳双向胜，对吧？符合王牌柱的三个原则。第二，黄金柱后三日的收盘价平均高于基柱实顶，如我们的 E 柱，如我们的 F 柱后三日的均价都是高于基柱实顶。第三条，黄金柱后三日的量价关系必须是量升价升量缩啊，必须是价升量缩，如我们的季柱，如我们的季柱它是价升量缩，这个是很标准的。然后后面呢是价升量缩，也是称整体是价升量缩状态。那么刚才还要注意，像这种价升量随的，只要价柱的升幅大于量柱的升幅，它也是属于怎么样黄金柱的价升量缩的范围。所以这里面要具体的，我们要具体的来了解一下价升量缩，它有三种情况啊，它有三种情况。它是一个双向对比的原则，哎，就是不仅要看量柱，还要看价柱，然后还要看量柱价柱它对应的升幅进行比较，哎，进行比较。只要季柱后散日的价柱向上，而量柱向下，量价发生背离的，它就是价升量缩。具体的，我们第一种情况就是价柱上升，而对应的量柱却下降，呈现标准的价升量减之状，哎，即标准的价升量减。那么这个称马坝口状。如季柱，我们这儿的季柱是最标准的哈，注意了啊，价升量缩，而且这成交量还低于季柱，这个就是非常标准的，就是控盘的状态。最好的黄金柱。好，记住E 柱啊，这个 E 柱刚才说记住啊，这个 E 柱也是的，它是什么呀？后三日是价升，对应的量柱是啊，是量缩。这个注意中间有一点，我们叫整体啊，三根柱整体属于下升 下降的都可以了啊，不一定要一个比一个，比这个，比如说第二根不一定要是高，然后提缩的，哎，这整体是价升量缩。同时，这三日的成交量又比这个基柱的量缩小，所以这个王牌柱的质量也是比较好的，又是阳阴阳的结构啊。
对，这个比较标准的就是架声量减，喇叭口形状的。注意啊，喇叭口形状的，像张开的喇叭口啊，大家看过喇叭的是吧？而第二种呢，就是架柱上升，对应量柱却持平，呈现即架升量平呈平三角状，如这个 A 柱啊，那么这个 A 柱后3日它是架升的，它的架量柱呢，它是整体一定持平的，这个不是非常的标准，不是非常的标准。如果中间的缩小一点，然后最后一根呢，跟第一根是持平的，这种就更加标准一点。整体来说，它属于架升量平状态，所以它是平三角。好，那么 H 柱，大家看 H 柱它整体也是架升，哎，它是第一日、第二日是不是基本上持平啊？如果这个第三日再持平的话，那这就是标标准准的这个架升量平的平三角，平三角啊，这个所以说我们是叫什么？这个没有无瑕的玉是吧？所以我们真正的在实战当中，这个很标准的黄金柱不多。啊，往往都带一点点小小的瑕疵，但是瑕不掩瑜啊，瑕不掩瑜，要它整体符合黄金柱的标准就可以。第三点，它叫架柱生佛大于对应量柱生佛，即架高。量低，价高量低，呈小漏斗啊，呈小漏斗啊。这个我们有没有人看过以前的卖油翁的啊？那个小漏斗，大家网上可以查一查啊。如 CF，如这个 C 柱，就是我们刚才说这个 C 柱后它价升量随，但是呢，价柱上升的幅度它是什么样啊？高于量柱的幅度。这两个一连接一看，像不像一个小漏斗啊？啊，我们把油从这倒下去，它出不来，就往下漏到下面去了，像小漏斗，是不是？我们这 F 柱呢？F 柱在这，对不对？这个 F 柱后面也是架升量随，对不对？但是架柱的升幅大于量柱的升幅，这个形成是不是一个小口，跟喇叭是往下的？这个小漏斗这边是向上的，在里面倒水，往里面倒水，它是漏到下面去，不从外面出来，是不是？这个也是一个小漏斗形状啊。所以大家这个把这个三种量架升量缩的三种形态、三种情况，大家辩证的理解清楚了，那么我们对黄金柱的认识就没问题了啊，就没问题了。好吧，所以说大家看到吗？我们深达股份这只股票之所以能够走势强劲，是不是走势很强劲啊？越走越强，越走越强。那么这九根王牌柱就起了很重要的作用。就是我们王子老师说这个炒股。好比斗地主，没有王牌一定输。那好比斗地主，那么我们的黄金柱就相当于大王，而将军柱是小王，元帅柱则是炸弹。而我们这个升达股份，是不是他要大王？是不是有大王？我们这里好多的黄金柱，要小王，哎，他也有。小王是不是？然后要炸弹，也有炸弹；要炸弹，也有炸弹，是不是？正因为如此，所以我们这只股票才能够走牛。而有的时候啊，我们的同学们有就会，哎呀，我买的股票怎么就不涨呢？怎么就不涨呢？包括本马密探，有的时候也会犯糊涂，
也会买错票，那买了之后老是不涨呢？好，那你这里面就因为我们所选择的股票很少有黄金柱，哎，没有黄金柱支撑的股票，它的走势难免松松垮垮，没有后劲。好，那么同样是黄金柱，我们来换一种眼光来看。它就有另一番的风景。当我们清楚了黄金柱的三个要素之后，我们再一起来解读一下黄金柱的三个级别。看，这就是另一种的玩法。就是说，为什么有黄金柱支撑的股票就牛呢？为什么呢？大家想一想，这个黄金柱，我们刚才看了，哎，黄金柱的基柱，它一般是什么？黄金柱的基柱一般情况下是背量柱、高量柱、平量柱和梯量柱，梯量柱。同学们想象一下，这些柱子都说明了什么问题呀？它都是阶段性里面比较高的、比较大的、高的量柱。正是因为它们都是比较高的量柱，那么它往往都是主力入柱的标志，对吧？如主力入柱的标志。而背量柱就不用说，有的时候只要梯量柱，它后面能够价升量缩啊。那么也就是说，这个梯。背量柱、高量柱、平量柱、梯量柱，它后面加上了缩量柱，这个缩量柱就证明了前面这个基柱它是怎么样？是主力的，要么是吸货的行为，要么它就是控盘的表现，哎，要么它就是说悄悄的继续的吸货，要么就是说明它哦，它已经筹码收紧完了，它已经控盘了，所以说。我们王子老师把这样的柱子叫做黄金柱，哎，或者总的叫做王牌柱。那么基柱加缩量柱，它就具备了双重的价值，对吧？双重的价值。那么这里面的缩量柱，我们说它往往是市场持股人的吸售行为，哎，也就是说大家持有这只股票的都不肯卖了，不肯出手了。哎，想象着不肯卖了，不肯出手，那这只股票，同学们讲，怎么样能使它卖呀？对不对？那是不是说价格抬高才可以卖呀？对呀，哎，那么价格抬高可以卖，你说这只股票后市就要涨，要涨。另外一种呢，我刚才说了，它有可能主力筹码已经吸足了，它已经达到控盘的状态，那么大部分的筹码如果已经在主力的手上。而它主力它有不抛，那说明什么问题？说明主力意在长远，它还要上涨啊！只有通过上涨，它才能够怎么样？这个达到才肯卖出，对不对？主力它肯定要赚钱的。三不定律决定了主力是低买高卖，哎，既然它没有到合适的价格，它就不肯卖。只有涨到一定的时候，它才肯卖。所以说，这个缩量柱啊，要么是吸售，要么是控盘。那么它导致的结果就是后市要看涨，是不是？要看涨。好，那么就引申出第三个黄金柱，它往往就是测试抛压或者主力在悄悄的吸货。哎，就是说这个通过主力。是主力通过辛辛苦苦的、处心积虑的，他来怎么样拉起了这个一个柱子来以后，啊，拉出一个高量柱，拉出一个背量柱，拉出个梯量柱等等之后，他要测试一下上方的压力大不大，哎，抛压重不重？那么如果抛压重的话，它往往就会调整；如果抛压不重的话，它就怎么样啊？就会上涨。好，
那么它有的时候呢，也有可能是主力在这继续悄悄的熄火。那么像这种情况，它通过和这个击筑后3日的表现，价升一旦是价升量缩状态，好，一个方面可以说上面的抛压不重，第二个方面呢，好，主力哎悄悄的熄火，价升量缩，说明它吸不到货了，市场吸售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怎么样？往往这股票就会走牛，往往股票就会走牛啊！这同学们能够理解吧？能够理解吧？啊，像这种，比如说我们举一个易柱，易柱后面3日价升，整体来说是价升，它是标标准准的量缩，对不对？啊，在主力拉出了易柱这个背量柱之后，它后面哎。整体是价升的还是量缩的？像这种状况，往往就说明主力什么？他已经是控盘了，对不对？那么控盘了，主力的筹码在主力手上，他不肯再抛了，或者上方的抛压也不重了，这时候后面只有上涨，对不对？而在这个低位的时候，大家看，哎，在低位的时候，他第一个 A 柱，比如说 A 柱，他先放出一个背阳柱，好。结果后3日小阳啊，这个是假阳，但是啊小阳后面是第二日小阳，结果通过这一测试，哎，主力发现什么呀？它实际上它一方面在悄悄的熄火，另一方面也感受到左侧的抛压重不重啊？啊，市场根本就吸售，抛压很轻，结果它就 B 柱就放量继续吃货，啊，继续吃货，是不是这个行为啊？所以说，我们这个为什么黄金柱支撑的股票就牛呢？啊，就牛呢？我们大家就要好好体会这个黄金柱、基柱加缩量柱的内在的原理和含义。它要么是吸售，要么是控盘，要么是悄悄的测试抛压，要么就是悄悄的吸货。哎，总之来说，它价格已经。价升量缩的状态告诉我们，要么是空盘，要么是吸售。那么后市只有上涨才能够引出抛盘，对吧？好，这是黄金柱支撑的股票很牛，但是呢，它又有，并不是所有的黄金柱后面都走牛。哎，有的时候我们买了一只股票，哎，看着不是黄金柱吗？而且是很标准的黄金柱，可是它后面没有走牛啊，不仅没有走牛，哎，有的时候反而下跌了，这是不是同学们所困惑的地方啊？啊，也是白马密探曾经困惑的地方啊。有的时候犯糊涂的时候也会忘记啊，出现一个黄金柱就买单进来，结果就事与愿违啊，看涨。没有涨，为什么呢？是什么原因呢？好，这就因为是什么？因为黄金柱它也有级别的。好，我们王牌柱它有3个级别，王牌柱它分为将军柱、黄金柱和元帅柱，而我们的黄金柱的本身它也有3个级别。从高到低，它有接力黄金柱、合力黄金柱和独立黄金柱3个级别。最高级别接力黄金柱，其次合力黄金柱，而最低的级别是独立黄金柱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看这幅图啊，看这幅图中的 A 到 O，从 A。到 O，它一共是15根的量柱，哎，15根的量柱，其中 H、J、K、L、M 不能够充当黄金柱。好，我们一起看一下为什么 H 柱，大家看，能清楚不要说了吧？后3日怎么样？假跌把它的实底就破掉了，所以它肯定不是黄金柱。好。再看借助，再看借助，
这个借住后三日，一二三，怎么样啊？它跟均价在我们的居住的实顶之下，所以它不是黄金柱，不能充当黄金柱。 K 柱在哪？ K 柱大家有个道理，对不对？三日均价在实顶之下，它只能充当一个将军柱，对吧？ K 柱。 L 柱啊， L 柱一个道理，后三日收盘均价连这个将军柱都受不了，都做不了，对吧？好， M 柱， M 柱大家看， M 柱后三日，对吧？均价在实底实顶之下，实底之上，所以它是将军柱，是将军柱。所以说这几个都不能充当黄金柱。同学们注意一下，书上写的是不能充当王牌柱啊。这个问题我特意指出来，请教了老师，老师说的是误了啊，这个写的时候笔误啊，笔误。这个应该把书上的王牌柱改成黄金柱啊，也就是说 HJKLM 不能够充当黄金柱，能够升华为黄金柱的只有 ABCDEFG EFG INO 是十根量柱啊，十根量柱。那么其中对于这个 A 柱啊， A 柱书上写的，我看看啊，书上对的啊，哎，这几个都是黄金柱，我们一起看一下啊，一起看一下 A 柱，它后面一日是阴，甲阳真阴，第二日是一个阳，所以在这种状态的时候，它还是一个将军柱，是吧？将军柱。但是这个 B 柱，它上来一个背量拉升跳空上涨，就把这个 A 的将军柱升级为黄金柱了啊！注意这个啊，升级为黄金柱。而且这个 B 柱的出现是在 A 柱基柱和怎么样啊？第后面第三日出现的，哎，也就是说在怎么样，在王牌柱后三日内出现了黄金柱。我们看 B 柱是不是黄金柱？ B 柱后三日整体是价升，怎么样，量缩，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个小漏斗的形状，价升量缩，所以它是一个很标准质量很高的一个阳应该吧，阳阴阳，可能小这个可能是假阳，阳阴阳这个结构很好。所以也就是 B 柱是在 A 柱后三日内出现的一个黄金柱，那么像这种他们就叫做合力黄金柱，叫做合力黄金柱。这个合力黄金柱它的后面往往怎么样，它的后面往往就有 10%-20% 的升幅啊， 10%-20% 的升幅。有的时候可能不是涨停大涨的话，就是小阴小阳，能有7-9根左右的这个小阴小阳这个上升空间啊。这是 A 和 B， 它是一个合力黄金柱。正是因为有了合力黄金柱，它后面怎么样啊？啊，岁阳慢升有好戏。再一看，我们再看 C 柱， C 柱它是不是一个背量柱啊？背量柱。好，背量柱后第二日它是小幅震荡，结果第三日就来了一个跳空的背量柱。背量柱后三日，哎，很漂亮的价升量缩，所以 D 柱它又是一个很标准的黄金柱。那么它是在 C 柱的后面第二日就出现了一个黄金柱。所以它是怎么样啊？ B 柱是对 C 柱的一个补充和提升啊，补充和提升。那么怎么样？结果它就是一个合力黄金柱。正是因为有了 D 柱的
这个对 C 柱的一个补充，它既夯实了 B 柱的基础，对吧？又是补充了这个对 D 柱来说，它是夯实了 C 柱这个基础。对 C 柱来说，D 柱就是对它的力量的一个补充，所以他们两个在一起合力共赢，对不对？合作共赢啊，这个雄心勃勃。雄心勃勃，所以从这个 C 柱到 B 柱，然后再到从这个 A 柱到 B 柱，再从 C 柱到 D 柱，所以大家能不能看出主力是不是在试探性的试仓，然后建仓，对不对？试仓建仓，好，到了这个地方呢，它又是怎么样进一步的增仓补仓这种行为，哎，就在这个。紧接着就互相的补充，再悄悄的吸货行为。正是因为有了 A 和 B、C 和 D 这一种合力王牌注的基础，结果在后面也过了这个左侧的封顶的时候，它就形成了一波的拉升行情，对吧？拉升的行情。那么为什么能够拉升呢？为什么这一段行情能够拉升呢？这个就是看大家看我们这个接力黄金柱。什么叫接力黄金柱？就是王牌柱3日后出现的黄金柱，3日后出现的黄金柱。好，我们的 E 柱，大家看这一个标标准准的高量柱、倍量柱在这里，既是高量柱，又是倍量柱，而且是过分的。这往往是什么？是我是主力，我来了，就是志在必夺，雄心勃勃。好，结果它后3日整体是价升量缩，控盘明显，然后形成了一个很标准的黄金柱。当然，这个黄金柱已经不是普通的黄金柱，它已经是怎么样？黄金柱的高级形态元帅柱了。对吧？好，在这个元帅黄金柱的后面，大家再看我们的 F 柱，F 柱是不是一个漂亮的背阳啊？一个非常漂亮的背阳啊，其实价升量缩背阳。结果它的后面3日整体是价升量缩，价升量缩。所以这个 F 柱是不是又是一个很漂亮的黄金柱？好，为此说它。因为这个 F 柱是在这个 E 柱后3日外，E 柱的3日后，就是在这个黄金柱后的3日后出现的，所以它就是一个接力黄金柱，哎，接力黄金柱。那么接力有了这个接力黄金柱，同学们很看牛不牛？它后面也就来了一个快速的拉涨。对吧？连续好这么多的升幅，当然，但是一般情况下，我们出现接力黄金柱后面，它往往有20%到30%的空间，啊，有20%到30%的空间。好，大家再看这个 G 柱啊，它 G 柱呢，也是是不是对于 F 柱？它也是一个，它是不是黄金柱啊？哎，是不是标标准准的价升量平啊？这个呢，大家看啊，这个有点，实际上也是量缩啊，有点略平的味道。所以这根黄金柱的质量也很高的。按道理这么好的一个黄金柱，它后面升幅应该很好，为什么没有很好呢？而是进行一定的修整，修整之后还有一个上涨，也说明比较漂亮，对吧？啊，主要是因为啊，这它也是正相对于 F 柱的接力黄金柱，只不过呢，它跟 F 柱的距离有点远了，有点远了，应该是6日之后出现的一个，这是一个方面。另外一个方面呢，这个位置已经偏高了，对不对？从底部上来，这个1块多钱到这个地方已经升幅是相当可观了，
有三倍的空间了，所以位置定性啊，位置定性，所以这个接力黄金柱最后一根，它连最后到什么呀？高点，我们就要注意逢高派发，获利出局，对吧？获利出局。好，这样我同学们，我们对比一下啊，我们有合力黄金柱的地方，它往往就是碎阳慢升，上升的角度比较缓一些。但是当我们有了接力黄金柱的地方，它上升的幅度就比较大啊，它就是昂扬向上，直冲元宵，哎，直冲元宵。所以说，我们说怎么样啊？我们说黄金柱就有顶天立地的作用，对吧？顶天立地的作用，只要有黄金柱的地方，任何一波拉升都是其都怎么样啊？是可观的，只要过峰或者说底部不被击穿，哎，底部不被击穿，那么它的上涨就相当的可观。好，这是合力黄金柱和接力黄金柱。我们最后再看一看我们黄金柱的级别的第三个，它还有个叫独立黄金柱。独立黄金柱一般就是指王牌柱后长期没有黄金柱，哎，好长时间没有黄金柱，它就称为独立黄金柱。好，这个大家请看我们这个 I 柱，我们这个 I 柱它是不是后三日价升量缩，所以是很漂亮的标准的黄金柱。可是这个黄金柱出现以后，我们的介柱是不是个小高量柱？高量柱后三日一二三啊，怎么样？连将军柱都没有形成，不要说我们是黄金柱了。我们必须要求什么？我们今天谈的是黄金柱，对不对？啊，要是合力黄金柱和接力黄金柱，而这个地方它没有形成黄金柱，所以说这 I 柱它就怎么样啊？就成了独立黄金柱，它就成了孤家寡人，他就成了独木不成林，独木不成林。所以说他后面就陷入了长时间的调整，对不对？长时间的调整，横盘震荡。好，直到结果最后直到这个 I 柱后啊，情况才不一样啊 ，O 柱后不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 N 柱和 O 柱它又形成了合力黄金柱，所以它后面又已出现了怎么样？还一个本身这就是一个涨停板，这个有一波段的上升空间啊，这个对吧？好，由此可见，黑马和牛股都是黄金柱支撑起来的，黄金柱的合力和接力才能够形成逐步向上的走势，否则独立黄金柱怎么样？它是孤掌难鸣。为此说，我们以后再选择股票的时候，就要抓住黄金柱当中的合力黄金柱和接力黄金柱的机会。抓住了黄金柱，我们就掐住了庄家的穴位，对吧？他们的实力、意图、方向和幅度就全部镌刻在黄金柱上了。所以说，黄金柱是黑马和牛股的温度计啊，用它一量，再狡猾的庄家也能原形毕露啊，原形毕露。所以说，同学们学了今天讲到这，眼光是不是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呢？好，那么我们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以后，这里面还要注意，还有新的内容，我们再来一起看看黄金柱的三个位置啊，三个位置。好，
我们先来看啊，先来看这个图中由 A 到 Q 共17根重要梁柱，它们谁能够充当黄金柱呢？谁能够充当黄金柱呢？这里面只有 A、D、E、G、H、I、J、K、M、Q 啊，这十根梁柱合格，其他七根梁柱都不合格。这个 A 柱，大家注意啊 ，A 柱它是元帅柱啊，它是元帅柱。B 柱它是什么？它是 B 柱它是什么？啊，这个地方啊，它是一个将军柱啊 ，B 柱是将军柱。这个看看，它不属于啊，它这个里面有点问题啊，它不属于黄金柱啊 ，B 柱不属于黄金柱。那么我们 C 柱肯定怎么样？不是黄金柱。这个 F 柱它不是黄金柱，对吧？哎，然后这个 L 柱不是黄金柱，它虽然都是高亮柱 ，O 柱怎么样？是高亮柱，不属于黄金柱。P 怎么样？它是高亮柱，它也不是黄金柱，对吧？也不是黄金柱。好，我们 A 柱是黄金柱，说过了。而 D 柱，大家看 D 柱在这后面架升量缩，它属于黄金柱。E 柱是黄金柱，我们就快一点，同学们相信同学们的眼光已经可以了啊。E 柱，然后 G 柱，大家看。记住，它后面三日价升量缩，整体来说它是黄金柱。这个 H 柱是这个啊，这个它也是基本符合，它也是基本符合啊，价升量缩基本符合，它也是黄金柱。这个 I 柱这个就很标准了。这是 I 柱，然后 J 柱是这一根，它后三日也整体价升量缩，也是符合的。大家看啊，这里面好多是高亮柱。K 柱后三日价升量缩，不用说。M 柱啊，M 柱是这一根，M 柱整体后面价升啊量平啊，价升有点量平啊，这个就有点是个平三角的走势。这再加上 Q 啊 Q。Q 后三日的均价啊，在收盘价之上，也是价升量缩之态之状，所以这个 Q 它也可以做一个黄金柱啊，质量稍稍差一点，对吧？好，我们看一下就识别出来。啊，那么我们说了位置决定性质啊，那么聪明的主力往往它会在合适的位置、合适的时机。发动行情，但是有的笨庄、弱庄，它往往呢就会在错误的位置发动行情。如果他们在错误的行情发动行情的话，那就是要吃亏。那么像我们一般要跟上聪明的庄家，如果跟上了错误的庄家，那么我们就要怎么样？就要吃亏。哎，我们要跟强庄、跟好庄。那么什么样的好庄呢？好庄。我们就要看它在合适的位置发动行情。那么，为此说，在合适位置发动行情，往往它借助的就是黄金柱。为此说，从位置上看，黄金柱它可以分为托底黄金柱、过顶黄金柱、中继黄金柱。我们来看一看这些这个托底黄金柱、过顶黄金柱和中继黄金柱哪一些最值得我们参与。对吧？最值得我们参与。请看第一个，过顶黄金柱，超过其左侧平行的分顶的黄金柱，那么就叫做过顶黄金柱。请看我们这个 D 柱，D 柱它自身没有过左侧的底部，但是它这个黄金柱后三日是不是过了这个分顶啊？像这一种，它也是过顶
王经注，它是基注，后面过去了。好，接住借，看借住它自身，看到没？它自身已经过了左侧的分顶，已经过了左侧的分顶。那么后三日价升量缩，形成黄金柱，这个就是更加标准的过顶黄金柱。再看 M 柱， M 柱它自身怎么样？虚顶，虚顶已经过了左侧这个分顶，过了这个真正是高量是 K 柱，它是过了这个顶啊，对，它是分顶是过了这个顶。但是它整个黄金柱它是过了这个 K 柱的顶啊 ，K 柱的顶，所以它也是一个过顶黄金柱啊，过顶黄金柱。像这种过顶黄金柱，大家看出来没有啊？啊，有的时候就是同学说跳空啊，或者说这个像这种有过顶的跳空，可不可以买啊？啊，真正的好的过顶的黄金柱，过峰即日即可介入，哎，像这种嘛黄金柱，你稍稍在这一日买进去可以。像这种过顶的，你直接在这个顶上就可以买，对不对？像这边的，它是站稳这个顶。当然，像这种黄金柱，我们要等确认一下啊，确认一下性质不一样。这边都是过峰即可以，当日就可以介入，哎，所以有的稍稍推迟点吧，啊。也书上写的即日可介入，稳健一点的等过峰介入，就是过峰的当日我们就可以介入。好，第二个托底黄金柱，它是托底托起左侧下滑的分底，哎，托起左侧下滑的分底如记住，大家看这边是峰一路下滑，对不对？下滑到这个地方它形成了一个记住的黄金柱，那么这个记住它就叫托底黄金柱，托住左侧分底下滑，对吧？分顶下滑的。好， M 柱，这个 M 柱很有意思，对吧？ M 柱我们刚才对于 K 柱来说它是过分黄金柱，但是它对于这个分来说，对不对？分底它是连续一波调整之后在凹底形成的一个黄金柱，所以它又是怎么样，是个托底黄金柱啊。这个标准看跟谁比来说的，跟 K 柱来说它是怎么样，过分黄金柱，对于这个 L 柱来说它是托底黄金柱。 Q 柱我们再看 Q 柱， Q 柱它是怎么样，它是不是这边是一波下滑，它托住这一波分顶下滑，分底下滑，然后形成这个黄金柱，托住它不要下跌，所以它们也是托底黄金柱。好，这个托底黄金柱大家看了吗？当日还是要小心一点，当日不要去急着介入，一般要等第二日或者第三日确认了，也就是说托底的黄金柱你更要等确认再介入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第三种中继黄金柱。中继黄金柱，中继黄金柱它是什么呀？它是补充前一黄金柱的力量，它是补充前一黄金柱的力量。比如说 B 柱、啊，这个柱子有点不标准啊，这个写的有点不标准。我们估计他把它当成一个将军柱啊，那个将军实际上还可以往前面移。那么就这个不管怎么样，它是一个高量柱，一个将军柱吧啊，这个地方。那么它是对 A 柱的怎么样啊？它是对 A 柱的一个补充啊，对 A 柱的一个补充。也是对接力，就是说它是对 A 柱的接力啊，对 A 柱的接力，所以后面形成了一波上涨。我们再看 E 柱， E 柱就比较标准， E 柱是标标准准的黄金柱，对吧？黄金柱。好，然后它是对怎么样，
它是对地主的，是不是对地主的接力啊？也相当于对地主的接力，所以它就是怎么样？中继黄金柱啊，中继黄金柱。再看我们这 H 柱，H 柱它是不是对G 柱的一个接力？好，我们这个 I 柱，它反过来是不是对 H 柱的接力？对不对？H 柱接力，所以它也是中继黄金柱。再看 K 柱是不是对接柱的接力啊？接柱的接力啊。所以同学们看这里面的中继黄金柱，我们讲的是位置啊，讲的是位置。但是它和我们黄金柱的级别当中的接力黄金柱，哎，和黄金柱级别当中的接力黄金柱，它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？啊，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。好，经过这样大家看了，我们整个这只股票啊，整个这只股票看下来，它涨停最多的地方，往往就是从中继黄金柱开始的，对不对？啊，都是从中继黄金柱开始的。特别大家看这个 E 柱，对不对？这个 E 柱一开始。这后面连续涨停板，这个 I 柱开始连续涨停板，然后 K 柱开始连续涨停板，它们都是从这个中继黄金柱开始。所以同学们，当我们行情向好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要把握这种中继黄金柱的机会呀？哎，这种中继黄金柱，你就要适时的跟进去，它既安全。对不对？既安全，怎么样？它后面的升幅又是可观，哎，只要我们在这个中继黄金柱的第一个缩量柱出现，就可以大胆的介入，哎，大胆的介入，然后就可享受涨停的乐趣。在享受连续涨停之后，逢高获利出局。好，那就是。非常过瘾，非常快乐的事情，啊，这是黄金柱的啊三个位置。好，有的时候我们买了以后，哎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出货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当我们学习了黄金柱的测活功能，就怎么样？我们就可以做到心里有底。实时定位，那么黄金柱的测活功能，它从三个方面去看，啊，三个方面去看。第一个呢，从位置上看，位置上看，往往就是黄金 T 上的黄金柱具有双倍的测活功能。黄金 T 上的黄金柱具有双倍的测活功能，我们。在这个叫原来是 ST 天华啊，现在名字都改掉了啊，它是60074，现在是叫博什么科技的。它形成了一级黄金 T，两级黄金 T，三级黄金 T，四级黄金 T，五级黄金 T。好，那么它怎么个双费测这个测活呢？它往往就是。以二级测第四级，以第三级测第六级，哎，就是实行双倍的测活，双倍测活。好，我们以激活图上来看，这个第二级它是一个过，怎么样？它在这个位置，它这个 D 柱的顶最高价是3.98块，乘以二就是7.96块。然后实际上到了第四级台阶的时候，它收盘价是8.06块，就是精准兑现差1毛钱，对吧？好，以三测六，那么按道理它就是以这个黄金基柱，综合一下去左侧的这个顶，它是6.58块乘以二，它的目标价是13.16块啊。这个测活的功能就是这么测的。
那么这里关键涉及到黄金梯如何画，这个大家先了解这个功能，至于如何画黄金梯，我们在接下来的里面再一起的学习。这是一个从位置上看。第二个凑合功能，从性质上看，从性质上看，它是过顶的黄金柱啊，过顶的黄金柱。刚才是台阶上啊，从这个黄金梯的角度来看的。那么这个呢，是从性质上还是过顶的黄金柱，它具有双倍的侧坡功能。同样的，那么我们还是举这个例子，它就是地柱啊，地柱它是个过顶黄金柱，一般来说以它的最高价乘以二就可以得到下一步升幅啊，在下一个目标位就是7.96，在这个位置达到。那么这个地柱它也是过顶的黄金柱，理论上它应该是以这个分顶6.58乘以二，在13.16附近的目标位，这是理论上的侧幅。好，理论上的侧幅能不能一定达到呢？好，我们就是第三个，从后市来看，从后市来看，如果最后一个黄金柱没有接力，目标就将夭折。啊，你这里要反映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就是说这个预定黄金柱它是一回事，但是达到目标呢，能不能够达到目标，它是另外一回事。因此说，我们同学们，我们学习了量学以后啊，这个在行情好的时候，我们对这个目标预期可能会高一点，但是对行情不好的时候，我们这个目标就不能去教条，也就是说我们确切不可以盲目的相信测活功能，不能盲目相信测活功能。当预定的目标未能够实现的时候，我们这个且后市没有出现接力黄金柱时，没有接力黄金柱出现，我们就要及时的调整预期的目标，应该及时的调整预期，果断出局。只要出现九阴真经开出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出来。因为现在一个市场环境还不是很好，对吧？还不是很好。这个第二个呢，就是管理层有的时候会干预性比较强啊，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这个目标就不能要求太高，但是从低位的测幅我们往往都能够实现的，现在翻一个倍的目标往往是可以实现的。但是像这个位置什么意思？比如说我们同样是这个案例，我们是从第二级这个过峰的顶部3.98乘以二，这个目标以后我们还是可以容易达到的，但是我们就按照第三级乘以二是13.16，这个目标能不能达到呢？这个就不一定了，就不一定了。具体的我们看这只股票，到了它第三级台阶，它往往是测第六级台阶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从到了第五级台阶的时候，同学们请看，它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黄金柱，对不对？或者是黄金柱质量已经不高了。好，在这个位置好像 F 柱是不是形成了，好像也是一个黄金柱吗？这个黄金柱有没有形成有效的接力啊？同学们，一个本身质量比较差，第二个它也没有形成有效的接力。真正的有效的接力黄金柱它是要创新高的，对不对？它后面就没有创新高，也就是说在第五级台阶上，在这个E柱后面没有形成有效的接力黄金柱，结果它就上不去，就下来了。所以当这个地方大家看后面一半最迟，当它跌破这一个第五级黄金梯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果断出局啊，不能还期望这个三级的目标要达到13.16啊，不能就等它了，要调整预期，该出手的就出手。真正做得好的在这个位置利用封顶线的方法，三线战法结合分顶线，不过左侧的分顶
就要先出货，结合这种王牌黄金柱的质量不高，我们叫先出局。那么最后出局的位置就在这儿，当这一根这一天往下跌破我们的黄金线，最迟，实际上这个已经跌破这个高量底了，对不对？当我们九阴真经学会了，这一天也是破了这个高量底，决定果断出局，果断出局。那就是我们黄金柱的测核功能。所以，当我们学了黄金柱的测核功能以后，同学们的眼界是不是更高？但同学们今天学习了我们量学的精华之一黄金柱之后，以后大家的眼光都得到明显的提升。好，作业是请同学们从今天所学的黄金柱的知识来分析一下。我们星期五的涨停个股，哪一些有后劲，哪一些没后劲？啊，当我们有研究心得之后，在集训群里好好的进行互相交流，学习提升。好，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